Hello，各位亲们啊，我是 ROTK，也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。哎，也是现在，最后也是纠结了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决定，还是给大家把视频更一下算了。本期视频对吧？不谈了。本期视频非常没有看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期视频是我的本命英雄菊花兽，哈哈哈！听起来你都觉得有点害怕吧斯拉克，？OK，选人阶段呢，我就直接跳过了。然后一场血腥杀戮即将开始，对吧？这盘到底是惊天翻盘？朋友，还我是觉得我我从们头到尾刺都客的 carry，想法一大家样，也是此就是战我跟我们一起稳操胜券来欣赏一下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比赛开始，也是大家不要忘了口号啊！欢迎大家收看你的 DOTA，我的二，对吧？老队长就是我就是，你们懂的。看看我这盘是不是会支付的停不下来。然后后期翻盘啊，看着。现在我给大家看的也是我的视角，因为我在中路卡兵没什么事做，征战号对，就来切一下队友这边，全场看下下路的抢夫情况。没用的，全程就是我的视角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盘我是一个中单刚背。因为相信以前收看过我直播的观众们也知道，我说过一句话：只要对面你敢守火猫，我就直接会守钢背，让你明白。我只能说，我已经让无数个钢背明白了。先看中路，我成功反补掉一刀，这一刀，哎，火猫帮我垫一刀，好朋友，对吧？我只能说好朋友。这一刀我普攻加二又收掉，哈哈，这刀。被反补掉，这个火猫已经有一点报警了，已经有一点想报警了。你这个火猫还是零零，哎，又被反一下，又被反一刀啊！这个火猫，哎，他也反我一下，对吧？你来我往，我去勾一下兵，勾一下兵回来。这正补又收到了，哎，我打算反补，然后再用二收一刀，结果是反补掉，但是用二没收掉那一刀，哎，我又塔下反补。看我这里玩得很贱，我还要反补他，但是我这个距离拉得非常的好，他捆了我一下，但是我没有被塔砸，浪费了他一下蓝，浪费了火猫的蓝。火猫前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这个蓝非常的缺，如果他捆别人的话，这个 E 的耗蓝才是80，但是捆一下要110，他这次成功被我骗掉一个捆，我只能说妥。哎呀，我这下刀两个近战名是没收到。有点亏，目前这个火猫刀是追了上来。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钢背打火猫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讲究，就是钢背级越高之后，火猫越难打。前面比如说一局对拼，一局对拼的话，火猫是有一个火盾，然后跟钢背拼，钢背拼不过的。但是级高了之后，钢背这个叠起来，火猫根本就受不了。黄金元素。因为钢背的这个刺是物理伤害，所以那个火盾根本就不打，这火猫就会非常的难受一会儿。我级越高，它越难打。哎，看一下，我觉得是一波机会，他还要补。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，他已经被我叠了好几层。Nice，结束，直接收掉他一，因为这一波是他打，这个火猫在打我的菊花。刚好触发了我的被动，弹了他一下，我抓住时机，我发现他还想补那一刀，因为我能 A 到他一下，所以我打算继续追，收掉火猫 first bar，是否会开启我的超神之路呢？Who knows，对吧？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了。看了一眼，因为下路有河道影。看你是否还会有服务。
刀手的安逸啊。又叠一下，点一下火猫装备看了一眼。这火猫大家看一下也是比较惨，现在只有一个瓶，魔棒都买不起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刚被打火猫这个对应技巧，就是有叠三级之后你就一直叠它，它补刀的时候你就叠它，对，它想补刀你就叠它一下，你就把这个刺这个层数累积起来。我又来凶了一下他，哎，这个火猫还想去吃下符，结果下符是被我这边打野的谜团控了，这火猫直接就报警。没符，看我上来又叠他一下，我就能叠到他的时候我就要叠他，这是个对线技巧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哎，我抓住一波机会，我是躲了他一手捆，我直接冲他，又带走红毛。红毛真的是阴暴击。红毛说：“队友，你们再不来帮我，我没法玩了。”然后这盘介绍一下运动员，这盘是我一个单排碰到的路人，我对面的十楼上一盘在我这边也玩了一个米摸，杀了非常多的人，然后中期被连抓两次，支付了，带我走向了掉分值。这盘到我的对面又守了一个米摸，我直接就不能忍。不知道大家路人中有没有碰到过这位选手，他是专业米摸，守了无数盘，而且打的也确实挺好的，就上盘跟我一边，但是把我坑了。他中期浪了，买活送了一次，直接就把对面送肥了，报警。跟这盘这个火猫一样，这盘这个火猫也报警。啊，我们下路这个 TB 是蛮惨的这盘，然后对面那个米波还是蛮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路这个小鱼人一杀23刀，这个 TB 只有13刀，现在连鞋都买，就鞋都没买的。要惨，我这里又来凶了一波火猫，我这波打算冲塔凶他，因为我点了他，他没有，我这波就是要把酱油兵逼过来。火猫刚差一点点死，大家看一下，15滴血，差点就被我击杀了。回复，因为打路人嘛，我喜欢瞎逼冲，不然打得比较无聊。刚那波如果打得比较稳的话，是没有必要去冲塔凶一波红猫的，我就是打得比较跳，就是追了他一条街，我还是要凶。这个拉比克刀中路补兵力，我是不允许酱油能在我面前补兵力的，一刀都不给你补。这波小鱼是被冲塔杀，这个牛头被牛头反杀了，我点下去看了一眼，就是跟大家说打刀塔一定要有这个切屏的好习惯，不要不切屏。上路的 NEC 是哭了，烈弹 NEC 只能说哭得不行。看一下这个米波，米波是已经 bot 了，还有500块，米波还是蛮肥的。现在看一下经济没满，最肥的是我，因为单杀了火猫两次，1血2血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哎，我是没想到小鱼人会过来，这波先走，躲了一下，躲了一下跳。好，我发现躲了一下跳之后我可以击杀，然后我果断的回头杀。小鱼人这边开启大招，我觉得不管了，我已经停不下来了，我现在就是一头脱了缰的野马。哎，这个米波还过来，我准备再磕一口瓶。哎，我看拉比还敢抬我，我这就直接就不能忍了。我直接不能忍了，我只能说磕一口瓶，我还6个魔棒，我准备要来击杀这个米波了。叫你喜欢出 BOSS 支援，叫你喜欢支援，还支不支援啊？
结果直接是送了我一个无解肥。结果我拿了两个人头，正受到攻击，在8分钟做出了大魔王假腿先锋盾，正受到攻击。不多说了吧，我已经九级了，兄弟。上塔，8分钟我已经九级了，不谈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我这里也是说给那个米波听的，问他猛不猛？他上盘匹配到我之后就说：“老队长，这盘我要带你，这盘你可以躺下了。”我说：“哈，真的吗？”那我说行，那我这盘躺好了。结果他带我去支付了。这个米波就上来发现匹配到我，然后非常有自信的说：“这盘可以带你躺赢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好。”好久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了，我就非常开心的躺着。夜眼上塔没拿分，受到攻击。然后前期也是蛮优的，结果打着打着他中期就带我送了。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经济是非常的夸张，这个火猫直接被打的人都不见了。火猫你去哪了？火猫也不知道去哪个地方摸了个相位，火猫跑去上路摸了个相位。万一是上去之后击杀了一个人，摸了个相位鞋，是不时尚的他的相位鞋。我下次刚被出个相位玩一玩啊，比较时尚，好像听起来比较牛逼的样子，相位刚被。还有关于刚被的出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玩刚被打路人的话，我是不喜欢出那个红甲的，我觉得比较拖我的经济，我喜欢先锋之后直接走双刀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，先就是双刀的钢背会比较猛，可以建议大家打路人玩钢背的话，最好出双刀，就是不要出什么先锋、鼻子、什么龙心、全肉装，很笨很蠢。我这样出装的钢背呢，就是肉跟输出都非常的纯，肉也肉，跑得也快，机动性高，刷型快，这就是出双刀的好处。我这波也是把队友叫来中路。因为我发现队友在边路也没有什么节奏，像那种团刚去上路一波也没有任何节奏。哎，我这里不想让他反我的塔，正受到攻击，就是我也是不允许别人在我面前把我的塔反，我直接往塔后冲，逼他的走位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我们这个 TB 是比较惨，现在还在补发育，死了两次。然后我一直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兄弟你可以继续补，我现在带着他们打，你们其他几个人过来跟我打塔，我现在非常的强势，我一直在跟队友交流沟通。米波也是出了这个英雄，出了 bot 之后换线非常的快，他的每一个分身都可以用 bot， 你知道吧？这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，机动性非常的高。像这个英雄，装备神符，之前是那个队 C9 也是在 TS4 上用了好几盘，也是非常的成功。全面加固。当时在打我们的时候，那有一盘我也是没信邪放了他们，结果我们输了。这一波我也跟队友说，我先踢二塔，他们这波如果敢动我手，你们再踢一塔。就是我没有选择直接踢一塔，如果我直接踢一塔的话，到时候队友过来支援，他们再踢的话会非常的慢。所以我也是奉劝大家一句，如果要 TB 守这种塔的话，最好一个人先踢二塔，不要全部人都踢一塔。上路这波我也是说，哎，对面中路不推了，上路赶紧走。然后谜团支付了，谜团说好好好，我知道，然后支付了。我真的是有点醉，真的是有点醉。关键谜团这波支付就算了，他还带着牛一起支付了。我切上去看了一眼，然后我说了三个字，还行。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说，打路人的话我来指挥，然后队友不听我也不能多说什么。特别是有，我记得有一次我指挥一个碰碰，我说碰碰你不用跟我在下路了，你去跟中，受到攻击，跟中说不定很有机会。对面一直想干中的，我这路已经站住线 free farm， 对面不敢来了，我把线控了，碰碰直接来了。建筑全面加固，你他妈别逼逼，我自己知道玩。我操，我当时就直接给他跪下，我就说哎，好好好好大哥，你想怎么就怎么样，我听你指挥，可以没问题，就这么说的。我说行，你想再下也可以。我只能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我生怕再多说一个字他直接就踢去对面塔里面送了，非常的可怕。我也不知道近段时间刀塔是怎么了，
我会碰到感觉是腾讯派来的间谍，打得非常的憋屈。这波这几个因为拉比克上路偷的波谜团的大，他想过来击杀我，我只能说你想过来击杀我，你跟打得过我吗？跟我打。还有你火猫，你跟我打是吧？你叫火猫，你叫火猫是吧？我跟你说太神奇了，这个钢杯你们就说是不是一个 bug， 你们来回答我是不是一个 bug 已被摧毁。钢杯是你们的队友，你们是不是也非常的舒心对吧，非常的放心，只用一个字就是驼。就是在拿完塔之后我们就开始有节奏了，因为发现队友没节奏就叫他们过来跟我一起打，我就带着他们打。我这两天打路人已经发现了打中单的英雄比较好赢，因为你有节奏，你可以带着队友一起跟着你的节奏打，队友就不会迷茫。看这个猎丹的 NEC 对吧，蹭着蹭着有这个装备了是不是，一直拿跟我拿塔杀人多妥。这个牛我也是跟他说，我说牛你这盘要出跳，你要买眼你告诉我我来买，你出跳夜眼中塔正受，最后也没买眼了，最后跳就出的比较快。天辉上塔现在我这个经济是比较夸张，对面只有米波能稍微赶上我一下，还有这波是非常大的，但是我只能说这波我是屁话不敢说。天辉下塔因为这波攻击他这波这里死了，我已经问了他一句，我说谜团我不是跟你说了对面上去了吗，你怎么还死了，他说哎呦我就是想打一下牵制啊，然后我说我跟你说了上路走你相信我走就行了，他说哎呦老子好烦啊，然后我就说哎行行行没事问题不大，马上就是大气不敢喘一下，直接就给他跪下，没办法，不然他带我俯冲是吧，这冲锋不易啊，还是开黑的时候爽啊，上来就随一个，管你三七二十一对吧，坑的都是熟人，不能坑路人是吧，你打路人你都不认识别人，说不定还有之中还有你粉丝，你去把人家坑了多不好对吧，像姚十八这种人就是就该被V 社永久办掉，不让他打路人，这个逼说打路人就是瞎鸡巴的，正受到攻击，都不知道他打路人在玩什么，盘盘随机就算了，哎瞎逼出装，所以跟姚十八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，你路人匹配到一个叫滋滋滋的，你最好就直接就秒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给大家看清楚他的头像，那就是这个人，大家标记着他，他现在的 ID 叫滋滋滋，大家记住他这个头像就行了，匹配到这个人当你队友的时候你就果断秒掉，一秒钟不用犹豫直秒。那我这盘也是选择我一个钢背兽一如既往的出征，就是中单钢背假腿大魔棒先锋之后直接出一个双刀啊，这波体力有危险了兄弟，我看着中路打起来了赶紧往过去赶，这个 NEC 也很危险啊，我这里赶来了爸爸来了，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我很捉鸡我一个都追不上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来晚了，看这火猫就是偷偷摸摸去到处摸钱，现在也是能有相位坚韧球你信吗，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说这个火猫太倒霉了对线碰上了我，天辉下塔已被摧毁，这波为牛头一个瓶子，然后我又切去下路又看了一眼火猫装备，我得看着不能让这个火猫太肥，不然一会儿上高不好上。现在米波的刀数是跟我一样的，米波也有100多刀，我也是100多刀，这里我跟队友交流，我说这波准备打盾，哎，这波我看我说火猫准备来控服了，我准备板他，因为是板了他，我差一点差一拳头就把这火猫拍死，
位兽这个英雄前中期的战斗力非常非常的足，除非碰到了一个动物，那是半天说不通，要不然的话战斗力是非常高啊。这波沟壑你看一个叉子就把我封在这个地方了，走不动。我这里又点一下牛头的钱，看看牛头有多少钱。牛哥你需要尽快出个跳，一定不能买眼。这个世界的金币，容我喝口水压压惊啊。这个我看虎帮在下路非常嚣张，我也是想过来直接把他打走，不让他打钱，我不想让他来出防战，我直接过来把他打跑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下一件的出装，下一件的出装如果对面的控制不是非常的多，你可以直接出晕，然后之后出强袭。如果其实正常来打一盘路人局或者 CW 的话，下一件装备必须要选 BKB， 不选 BKB 的话就是你的输出环境会非常的差，所以下一件钢背的话还是要选 BKB， 就是比较常规的出装。米波这边做出了跳刀，现在米波也是紧咬着我的经济不放，现在这个米波经济只落后我1000多，但是他的战斗力跟我比简直就是渣子。刚那时候打肉山也是非常的爽，因为他这个脾气是可以减防的。这边火猫又想过来控服，我是过来再把火猫打跑，然后打掉火猫进来放了一些，火猫在这个地方提起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这边我看到酱油来了，前面加固，这边我看到酱油来了之后，我说先杀酱油，先杀酱油。我说这个三次他迷路了，他迷路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个拉比克还在回头，我说拉比克也迷路了，拉比克迷路了，我回来把拉比克带走，然后回来继续打盾安逸。就大家用我的视角看，好像我们这一局很屌的样子，实际上比分14比9，差的不多。而且经济我们就直接了，右山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我说 NC 带盾，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然后就回来收一下线，不想让这个米波把塔单带掉。也是这段时间我印象中是比较无聊的，所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了嘛，过节的兄弟对吧，我现在这边也是新店刚刚开张，两家店，一家是男鞋，卖的一些都是一些潮鞋，价钱也很公道，还有一家店就是零食店，也是在这都有我的地址，大家也可以在淘宝直接搜索店铺，不要宝贝搜索啊，搜索店铺老队长零食店或者老队长男鞋店，这两家店已经是隆重开张，现在是活动多多，全场打折包邮，然后只要购买就会有机会获得各种明星选手的签名卡，也是一会儿我会发一下微博告诉大家具体有哪些明星选手的签名卡，对吧，只能告诉大家只要是你说得出名字的我这里的签名卡基本上都有，是吧，然后你们别都跑过来跟我说哎，我要大 B 的签名卡，哎，我要八岛的签名卡，哎，什么什么，我要430的签名卡，什么什么的，那只用过来跟我说，老队长，我就要你的签名卡，那我就很开心，很满意了，对吧？说不定一个开心再送你点什么 DOTA 的小饰品，对不对？什么装备，是不是 ？Easy， 哎呦，这波谜团，我前后就看了一眼就醉了，谜团刚买的宝石送了，然后还好鸟在这边。拉过去鸟看一下宝石还在，耶，米波哥，米波哥走海，都是你自己活该。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，说回这场游戏，我玩钢背被无数个什么小鱼人啊，什么幽鬼啊，什么小娜迦，被这种英雄翻过无数次，
就前期杀的风生水起，随便什么冲两塔冲三塔上别人高地杀人，然后还能出来，就是俗称七进七出。哎，没用，打到40分钟之后崩盘，我只能回答你两个字，就是崩盘。就看到开团别人如果是个幽鬼，我们这边酱油顺倒两个，然后我刚被一个打不到，结果被别人放风筝放到死，或者小鱼人40分钟之后装备很好，一直黏着我抽我属性抽我属性，我就打不过他。我打过无数盘这种局了，无数盘。还好这一盘我是一盘都没正受到攻击，一次都没死。无解肥中肥的节奏没有断，也是提醒大家，如果打路人你想赢的话，这盘你是一个无解肥的，不管是哪个英雄千万不能死，不能干太有风险的事。无解肥的英雄如果一旦死了一次，节奏就断了，正受到攻击，你死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夜眼上塔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，天所以就是一定不能死，大家谨记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这里我是选择早早上高，发现有个小弟曾经翻过我无数次的坑，你来带走你波，这个地方拉了小鱼一下火炮，我直接两拳把火炮敲死，然后发现都满了，赶紧把高点完，快点！上夜场不多了，金丝这边死掉不过问题不大 ，PP 一个换血很 nice， 不过买活死这边被击杀。发现这边我打不过去，那我没办法去，我先开。这波是这个 TB 四杀，居然不是我，这么高的血量吧，居然没有四杀，太说不过了。夜眼上路兵营正受到攻击，夜眼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还好这一波是个 NC 带盾啊。哎，对，关于这个肉山盾，夜眼上路兵营大家也被摧毁。像这一盘，虽然我是无解肥的钢背，而且我算是这边的 carry 吧，这个 TB 只能说相对我而言，它不是 carry。但是我选择把这个盾给 NEC 拿，我因为我觉得 NEC 拿这个盾会更有作用，就算 NEC 被秒，他有盾，他可以站起来继续拿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团战除非是输了，就像我前面说了，对面小鱼人特别肥，或对面有个幽鬼打了40分钟左右，我们团战打不过别人了，那我才会死，就是我队友都被杀光了，我被放风筝放死。这一盘不会，所以我选择让队友拿盾。全是我的。这盘我也没有选择在 PVP 做出一个强行的大鱼，我选择直接出龙井，因为我打算这一盘尽快把游戏结束在40分钟，就是一会儿还会继续推第二路第三路，不想耗太久，要不然平时以我的性格的话，我是会出阴锤的。小鱼直接转一个强行。钢背其实这个英雄的后期能力也不弱，不过相对那些英雄来讲，他后期就太软。除非你装备比别人好，你装备比幽鬼好，你装备比小鱼人好，那你是打不过。这波领我有制服，赶紧抓着他这个 F 了这个，哎，结果没打死，忽悠走了，对。这个米波本来玩的确实挺溜的，他上一盘跟我在一边也挺溜的，杀了很多人，就是中期玩飘了，他冲别人高地支付了一波，买活又支付，我拦都拦不住他，你知道吧？最后没办法，积极思密达，因为上一盘我是玩了一个猎单人嘛，不是中单的英雄，开瑞不用，靠他开瑞，结果他带我去支付了。上一盘我匹配到两个人，那个中单玩了个毒龙的，就说老队长这把你可以躺下了，米波也说你可以躺下了老队长，我说好好好，我躺下了躺下了，我确实打输。
然后这一盘又劈到他，他在对面，他在我对面，他开始没有选英雄，他是最后一手才选的米波，就是不想让别人针对他。然后我这边是看对面选了个火猫，我印象中我是二三手的时候我拿了钢杯，因为我看对面选火猫我就不能忍，我一定要选钢杯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只能说我钢杯专打火猫，专治一切不服的火猫。夜眼中塔已被摧毁，这波我们又是强势一波来飞高，你还跳我已被摧毁，能用惨惨惨来形容，惨惨惨惨惨惨惨，我已经停不下来了，我一旦冲起来就停下来。正受到攻击，在我觉得能赢了的局，那我是根本停不下来，我单排的时候，开黑我就不管了，开黑我就不管赢，正受到攻击，我就往里面冲，我也是停不下来的。夜眼下塔已被摧毁，夜眼下塔，我现在很肉吧？哎，他偷了我个技能。那我就不开心了，来，过菊花，菊花给你打。兵营已被摧毁。米波现在只能在里面。夜眼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有网，将出动来玩耍，对吧？这盘游戏也是破了三路，即将结束。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得满不满？如果各位看得满意的话，可以在什么粉丝群啊、火火帮里面、微博上给我留下言，对吧？都看得开心，那么你的刀塔我的二第四期我就会继续出，而且以后还会保持同一个更新时期，就是大概两天我就更一回，是吧？不然我都发现刀塔二的视频没什么观众看，看刀塔二的全是在看直播或者什么之类的，看视频的全是一些刀塔一的老玩家，我就非常的差。就有段时间我也是犹豫了一下，到底还要不要进？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中，我现在打算再出几期看看效果。也是大家可以下一期想看什么，就可以来我微博或者火火帮里面给我留言，说下一期想看什么。欢迎大家来交流啊！天辉获胜，天辉获胜啊！看火火上分。嗯，也是欢迎大家的收看啊，记住口号不要变，你的刀塔我的二，是吧？然后想看下一期选一个什么样的英雄，大家就多多提问啊，不是提问，大家是多多交流，直接告诉我老队长你下一期给我玩什么，给我玩这个给我玩那个，是吧？你来指挥我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去我的两个店，零食店，是不是？南鞋店，多多捧场。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带来到这儿。然后这几天我还会继续冲分，早日冲上七千。最近就少点开黑，多点冲分啊。行了，现在视频今天的第三期的。你的刀塔我的二就给大家带来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么么哒。